大宝，啊，你去干嘛？我洗澡。那我来洗。不用，慢点啊，走。大宝，啊，我说我给你阿姨洗，你不要洗。不用，我洗就行了啊。那我帮他穿鞋去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那我来，啊，那你穿，那我给我妈洗衣服了啊。来，好，辛苦你了啊。来。喂喂。你这干嘛呢？ 阿姨，他那个脚趾甲，他长的，我给他绞了，我刚把脚趾甲就给他剪了，我开始割剪手指甲。嘿，你告我说是不？我剪不完事儿了吗？不一样吧，没事。他脚趾甲、手指甲都长成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！你说，我爸这没得太突然了，我这正刚好也是生意啊失败。别说了，别伤心了，所以说你看现在我这有一个这儿妈。 但是我不是说嫌弃我吗？只是说现在，哎，给我整的现在拴住我了吗？我慢慢给你做，一起做吧，慢慢给你承担一点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太突然了吗？妈，幸福吗？幸福啊！你儿子现在不创业、不上班、不挣钱也不行啊。哎呦。 减肉了，减肉了，减肉！你倒不嚷嚷，哦，你还笑，减肉来笑是吧？上次你说我跟我妈剪手指甲时候，她流那哈喇子，就是突然就流下来了，流下来之后她拿手绢给我擦，还知道怕我脏。哎呀，我心想，我甭擦呀，擦啥呀？我都没嫌弃，对，还得你掰着点，你看不？不掰着他。 收回不玩了，要不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没事，挺辛苦你的啊。没有，阿姨当就当我的自己的妈妈一样的。嗯，那乐了。他这手指一掰，不掰的话，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已经这样吼了个弯嘛。谁娶你，谁这幸福一辈子呀？我害怕，知道吗？害怕说给不了。 你想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以前也好，以前做生意还有点钱，你说车没了，钱没了，慢慢学去，我相信一定未来有，只是有前途的你，你放心吧，我给你一起努力啊，我一直陪伴你，我给你摸一下，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，啊，还有一个，这一回交了，交了，妈。 妈，咱俩挨点儿，修一下。嗯，我不擦，你擦吧。妈，不行，咱俩去养老院吧。我也养老，你也养老，行不行，妈呀？我给你摸一下。